我拍紧片啊！By the water, your toes dipped in the sand. I thought that it was over. I thought you'd understand. But the feeling is returning. The time has made us change. And I understand if you don't want to talk to me about it tonight.但伊斯坦布勒，佢除咗系古罗马同奥图曼帝国嘅首都之外，更加系世界唯一跨越欧亚两洲嘅城市添。首先出场嘅就系苏菲亚大教堂。咦？唔系教堂咩？点解咁似一间清真寺嘅？原来喺15世纪前，呢一座都曾经系一座嘅大教堂。里面更加有圣母同埋耶稣嘅画像，以及彼得同约翰等嘅壁画。但系当奥图曼帝国喺1453年攻陷咗伊斯坦堡嘅时候，就将整个教堂完完全全改造成一间清真寺，连墙上嘅壁画都曾经被覆盖。直到1923年共和国成立之后，呢座有超过700多年历史嘅建筑物先演变成博物馆。而壁画先至可以重见天日，可见苏菲亚大教堂曾经系两个用宗教唔同嘅场合里面出现过。喺苏菲亚大教堂嘅对面，屹立咗一座非常之宏伟嘅清真寺，佢就系被俗称为蓝庙嘅蓝色清真寺，又叫做苏丹艾夏迈德清真寺。佢之所以叫蓝庙，就因为佢室内嘅砖块是用了蓝色的瓷砖来砌成的。这座的清真寺建于17世纪，是现在每一个游客必到之处。跟着来介绍的是杜马伯爵水晶皇宫，1856年落成，它结合了巴洛克和文艺复兴风格，可以说是一个先驱来的。它之所以叫做水晶皇宫，就因为你无论去到哪一度都可以见到水晶，连主楼梯的楼梯柱都是水晶特制的，而大厅的水晶吊灯更加是非常之靓。你看看有几层楼那么高啊！除此之外，出面的花园也都可以远眺到博斯普鲁斯海峡。除了奥图曼帝国的苏丹之外，土耳其的国父穆罕默德将军也都在这里度过晚年，他就在1938年在这张床逝世的。要袋嚟带咩嚟？我哋行程嘅最后一站嚟到大巴刹，佢系全世界最大最古老嘅巴刹之一，有至少58条嘅室内街道，4000多间嘅商铺，呢度乜都有，由以首饰、陶瓷、香料同地毡而闻名。不过讲到最唔可以错过嘅，就梗系林林总统嘅美食啦。有人话未食过土耳其糖，就不可以说自己去过土耳其。其实土耳其糖林林总总，即花多眼乱啊！点样？好味啊！真系甜，有啲边个好甜啊？呢只系咩啊？开心果。点啊，妈咪？味道点啊？应该得嚟有口感。果仁嘅，嗱，人哋嬲啦，好味，呢只系榛子果仁味，咁样食落去几烟韧嘅。嚟到呢个土耳其又点可以唔试下呢一个嘅？呢只系 black， 有 black， 喂 ，Bim， 阿芬你几多嘅？咁其實塔巴咧就係將一啲肉啦，咁再加埋一啲配料咧，
就變成咗呢一個嘅一個薄餅咁樣嘅。OK。點樣啊？咩？咁啊？係。估唔到話咁快，土耳其奇妙之旅就咁就結束咗啦。喺一連六集裏面，我哋帶大家遊歷咗土耳其唔同嘅地方，由古薩達斯去到奇石林。由其實林再去到棉花堡、安卡拉，最後去到伊斯坦布爾。在這六集裡面，我們不單止遊歷了不同的風光景色，更加令我去感受到以往的歷史的很多的遺跡，原來都是在土耳其裡面找到的。尤其是有很多呢都是跟基督教有關的，好像是這個的以弗所城，還有這個的地下城、地下教堂等等，都跟基督教有密切的關係。有一個深刻的印象的就是當地人的熱情，還有他們都是非常之好客的精神。不過最令我扎心的就是在當地有很多人仍然未認識福音。據資料統計，在土耳其有 99.8% 的人都是回教徒，只有很少部分的人才真是信主的。我記得在大使集裡面見到一幅這個的耶穌的油畫的時候呢，我自己很心想，就是究竟有多少人真真正正去明白到這位救世主耶穌基督他被釘身在十字架，他那種的畏罪去犧牲呢？我相信在大家都應該知道的答案。我很希望土耳其能夠可以是被更加多的宣教士都是被發現，能夠讓到土耳其更加的莊稼是被收割的。再一次衷心多謝大家的支持，也希望這個訊息可以帶回給你們大家。哎呀，哇，菠蘿餅一定企唔穩。See you.